多年前回到这里开了一家农家乐，生活更好了，她也重新拾起了过往的梦想。郭江曾经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，到了这里，她发现人生其实可以不一样。杨琼和丈夫蒋涛涛在10年的恋爱婚姻里，大多时候都是两地分居，第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决定安居于此。 苗族女孩杨子爱热爱舞蹈，她深知外面的舞台很大，但是这里一样能让她万众瞩目。杨晨回到祖辈们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开始自己民谣歌手的征程，这是最新的选择，因为这里让她不再孤独。 2014年来的时候，这边的外地人还很少。这几年过来，我们也慢慢的发展。我还有我旁边的一些客栈，像我们这种年龄阶段的，就是出来自主创业的，都是一些外来人口，在这里创业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。我爸爸现在是在帮景区拉一些木料或者石头、水泥之类的。 我妈妈在一家客栈做客房阿姨，我的弟弟在一间农家乐厨房工作。这两年，自从高速和高铁开通之后，我们由原来的一天2场表演变成了6场、8场表演。除了有追根寻梦的这个原因之外，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歌声让更多人听到。 我主要是以苗族文化、民风民俗这种题材来创作。现在来的游客呢是五湖四海的，他们的工作也是五花八门的，他不像以前比较专业的游客了。我们是租的当地人家的房子，像我们的房东就住在我们楼下或者是住在我们隔壁，客人到西江来就是希望感受和看到民族文化一种传统在里边。